就是有时候我真的忘记了我是一个外国人，比方说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外国人，我跟我的朋友说天哪，他很外国人，他说你自己看自己，你也是外国人，我说我没有，我不一样的外国人。我就觉得我就跟台湾人花很多时间，我就适应了，融入了。我很想要得到跟像我们的也是乌克兰人瑞莎，他也得到了台湾的国旗，哦，我也很想要，但是我听说很麻烦，但是我试试看，如果真的有机会，我就会放弃乌克兰的国旗。